主料鸭蛋两个，榨菜一袋，辅料葱十克，油十毫升。准备时间十分钟内，制作时间十分钟内。准备大鸭蛋两个，乌鸦榨菜一袋，小葱几根，鸭蛋和入碗中，打散备用。把榨菜放入鸡蛋液中，再次打散，炒后放油，炸香葱瓣，倒入榨菜鸡蛋液，稍微凝固，用筷子化散，然后不停地用筷子化，盛出，撒葱花点缀。烹饪技巧，不用放任何调料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